每天都要吃包包，没有 pass。张哥，有人搞你的事情。把这个杀了就不会死，别吧。犯病了是吧？浪费了1块钱。存钱，又要去算这个东西，真的算不过来，兄弟们。我只能到这里，我就只能就是两者选其一，我只能选择就是省更多的钱，不要太考虑绩效了，因为刚才我不是有两张刷新吗？两张刷新的话。你打一张宝石，不，打一张元素，它就直接是一次免费刷新，那肯定是这一页就不要先贪了，就直接都拿了，然后你再去拿更大的怪，这样子是比较值的。我觉得我选择了更省钱的方法，当然你们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看法，对吧？我只能说，我在一回合之内我达成了质变，我觉得我做到这样就已经很 OK 了。啊，这里还是伏笔了，是也无所谓了。绝望，如果我是他，我的心里面就只有一句绝望。我这把太糊了，这把可以捡素材，这把可以捡素材，如果积了的话可以捡素材，太糊了。
本吧。感觉已经没有必要在五本再待下去了，太强了。确实啊，我放弃前提了。没必要扔啊，我现在战力我不扔，我是属于一个不用扔糯米的战力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战力是完全超模的，那我就没有必要去扔糯米了，这个糯米可以一直留着，我可以等到新的糯米，我可以等到金糯米，知道吗？当你足够强的时候，对吧？当你足够强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考虑这些东西。当你足够强的时候，你就不用考虑这些了。谢谢泽都的这个好哎。再见。他肯定还不知道我有多恐怖啊。可以长笑吗？可以长笑吗？开心。有说法。我等一会儿帮你看好吧。我丢到了一个三连吗？也是哈，但好像也不重要了，咱们就是说反正都要吃了。变身出超级下毒人，我好像感觉他也没有办法多变身到哪去，说真的兄弟们，不是我吹牛啊，他真的好像大不到哪去。他下播如果两个附身，他好像也没有下播了。哦，有下播，下播如果两个附身蜘蛛，四个平原，想一下，把站位调一下就可以。
他点了，哦，他点了，他真的点了。안 닿대? 냠 파스!